29%，全省啊荔枝种植总面积的10%。这样的一句千古佳句，不仅带火了惠州荔枝，更让惠州的荔枝名扬四海。这也是本次惠州东坡荔枝。向我们发来了贺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给我们带来了。然后你有两三样产品的三，猜一下，这次大会三、二、一，揭牌！祝贺惠阳区镇龙镇成为广东省荔枝 RCEP 国际合作新型实验区。我宣布，2022。惠州东坡荔枝文化节活动现正式启动，谢谢。请各位领导共同浇灌希望之水，收获。贵味糯米糍，啊，是在我们广东荔枝来讲呢，品味最好的。因为呢，为什么说最好呢？因为我们是北回归线，刚好是夏至的时候上市，所以它的温光水液的那个能量啊，氨基酸呐，啊，就是特别的高。所以讲，你看剥开我们的镇龙荔枝呢，它是晶莹透亮，啊，放在口里边呢，那种甜蜜那种味道呢，啊，难以想象。我们是加紧这个研发这个荔枝的一个深加工产品，就是去延长这个它的荔枝的一个生命线，像这个尤其是大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说是可以把这个荔枝加工产品的话可以做多一点，可以满足这一个市场的一个销售。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很明显的去凸显我们镇龙荔枝的一些特点优点。다시한번회장호시문화재개최를축하드리며회조원진용수많은사람들이회조리치의맛을느낄수있는기회가惠州是千年荔枝文化中心，我想广东荔枝走向世界应该从惠州起航，因为我们惠州呢这个产业基础相当好，所以我们呢广东荔枝产业协会准备牵头啊，要求市政府啊搭建这个产业平台。我就讲呢，高层推动，政府搭台，产业联合走国际化之路
啊，要我们这个荔枝加工成全世界的食品、药品、美容化妆品，啊，使到我们广东荔枝呢，由拒绝生产加工成常年消费，广东生产全球消费。好，你冚得拎走啦，啊 ，OK 嘅。因为我们惠州的荔枝呢，要定位是全球的高端荔枝，所以我们这个市场的对接呢，也是面向全球，要为广东荔枝走向全球去探水、去探路、去试水。所以今年我们的荔枝呢，是继续拓展海外市场。第一批的300公斤的荔枝呢，是今天已经去了英国。那下来我们会收集英国消费者的一些需求。针对海外消费的需求呢，精准对接我们的生产端，不断地拓展我们惠州的荔枝呢走向全球，也为广东荔枝代言。